我们都知道，抗战时期，中国军队和日军之间的装备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，而且日军采用的还是海陆空立体化战术，这就让中国军队损失惨重。因此，中国军队只要缴获到日军的武器的时候，那都是很开心的。但是开心归开心，有一样武器，中国军队对此是十分的厌恶，不仅仅国军缴获了之后不愿意用，就连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新四军部队，缴获了也是能不用就尽量不用。这就是日本军官的配枪南部十四式手枪，也是老百姓俗称的王八盒子。南部十四式手枪是仿制的德国的鹿格手枪，正式定型是在1925年的时候。可是这位设计者，也就是南部齐次郎，并没有认识到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工业差距，根本就没有办法仿制出鲁格手枪的枪机结构，因此只能使用卡铁摆动闭锁方式。尽管如此，南部十四式的效果还是很不理想，比如撞针容易断掉。不过鲁格手枪可没出过这问题，穿透能力差，甚至连门板都打不穿，而且很多时候打着打着，弹夹直接就能掉下来，卡壳频繁等。不仅仅是中国，就连日军的指挥官都对南部十四式深恶痛绝，真是因为卡壳的频繁，可靠性太差，因此盟军经常嘲笑南部十四式，就连自杀都难以保证。可以说，这把手枪算是最失败的手枪了。